那就是在电视上电视剧里面跳过。不过瘾，所以这不是来武林大会跳了吗？还是希望能够去学现代舞。现代舞对所有的舞者其实都有一份非常崇拜和仰慕的那种情节在这儿。对，我觉得特别是现代舞。其实我来的目的，我很偏执，其实我就是喜欢现代舞。因为我觉得现代舞它更能表达情感啊，然后它的身体其实更像是一种语言。